要一个动作去活动你的骨盆。那我们从正面来看，我们先做，首先是一像单脚站一样，我们就先到正前方。然后我们正前方的时候，膝盖尽量去对准你的肩膀。好，这时候你肚子就一定要保持出力。这时候慢慢往旁边化开，然后再转。转的时候尽量用你的屁股，后侧屁股去出力。好，这时候前侧的膝盖，整个身体慢慢的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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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到你的后脚可以轻轻的点到地板。就用撑住的那只脚的屁股用力往前顶回来，这是以下动作。那我就从侧面做给你看，在做的时候你可以加上你的手的摆荡，就是像走路跑步一样，当做一个预备。